4月29号，某知名品牌环球马术冠军赛上海站正式启动，郭富城、彭冠英、叶祖新、张雪莹、孙艺洲、许魏洲、王丽坤明星组合震撼出席，为马术活动加油助阵。刚刚甜蜜大婚的郭富城在接受采访时笑言，因为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度蜜月。他透露，接下来将会与周润发一起合作拍戏，令大家十分期待呢。今年的都会忙着电影的工作，刚刚完成了《西游记》女儿国的那个拍摄，然后接下来，我就要准备要开新的电影，就是张文强导演，就是《无间道》的其中一位导演张文强导演，这期的一个新的类型的风格，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，这个剧本他创作了很久，里面我演这个角色是我没演过的，里面的主要的对手就是周润发大哥。而阳光达人许魏洲以一身帅气西装亮相，一出场就收获了众多迷妹们的尖叫。在音乐上有着出色成绩的许魏洲，对于小动物也是有着浓浓的爱心哦。我是一个爱所有动物的人，对所有的，比方说狗狗啊、猫猫啊，像马呀、啊、马，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好伙伴嘛。我最近在制作我的新的第二张专辑，然后呢，现在就是挺紧张的录歌呀、搜歌啊，就是这样。